云微山姑娘，请把脸转过来。 你说害怕传染，那为什么云微山姑娘不在自己房间休息，却要来你房间？为什么在我房间？是啊，我问你。你连这都不知道？什么意思？你难道不知道上官家世代名医，我们家的紫云屈毒膏可是出了名的一件难求？云微山姑娘，请把被子掀开。 让我检查一下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，因为闯进闺房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要掀被子，知不知道将来我们是你们谁？得罪了！你们有完没完？ 家里根本不是受你们屈辱的，你们这些侍卫等着被砍手砍脚，挖眼睛吧。属下冒犯了，请二位姑娘在屋内休息，在没得到任何通知之前，请不要外出。